脑里昨日我未淡忘，你不必再说不爱我，忘记你事实我未再看，我不懂说句不爱你，爱过事后不可拥有，我却自愿再逗留。One more try， 三番四次不舍得你。One more try， 心声再次交低给你。爱你爱你，不必感到对不起。永远爱你，只一睹我运气。唯有你梦内找到希冀，我不懂悔疚，不叹气。唯有你像是清新空气，我找到最爱的奥秘。情爱里若是多出一个，某个定时要别离。 One more try， 三番四次不舍得你。 One more try， 心声再次交低给你。爱你爱你，不肯装作记不起，我要对你说一声挂念你。爱过时候不可拥有，我却自愿再逗留。情爱里若是多出一个，某个定时要别离。One more try， 三番四次不舍得你。One more try， 心声再次交低给你。爱你爱你，不肯装作记不起，我要对你说一声挂念你。其实我真的想告诉你，我永远都会咁挂住你。所謂民以食為天，今次你哋去到那邊，我聽說那邊的魚子醬三文魚都很出名的。是是啊，魚子醬好吃，三文魚很漂亮，又便宜又抵。哇，你說到便宜，我們有一次是經典來的。就是怎樣呢，就是14個人連幕後的工作人員，就是去到一間當地都很高級的餐廳的，就14個人14份晚餐，還叫了兩支紅酒，一大兜魚子醬，都吃了600個盧布港紙，百零元而已。哇，香港一個人都不行了。不過蘇聯人吃東西方面，大多數的食物都是很凍的，咁你知道咁天寒地凍，食凍嘢咧都即係稍為落鹽度些少，不過口味都唔差。啊，你真係唔好話我認叻啊！講到呢間連鎖式嘅快餐店，其實佢只不過喺今年年初，當波羅的海三國宣布獨立之後先至出現啊。你有做功課喎、梗係啦，雖然話呢一間係一間意大利式嘅快餐店啫，但係當中有好多食品咧，佢都同香港一樣堅持本地創作嘅。是啦，而食品的種類更加可以說是款式繁多，有意大利粉，又有各式各樣的凍肉火腿，甚至連傳統的俄羅斯沙律都有。是，真是各式其式啊。至於這間快餐店分開兩部分，一部分是餐廳，這部分是外賣的，外賣很多東西賣的，又有火腿啦、凍肉啦，還有其他那些咩生果啊，鹹唔冷都有嘅噃。係啊係啊，你唔好話火腿都有好多種喺度。嗯。嗱，根據呢一間快餐店嘅分店經理話咧，
現時單單在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這兩個國家已經有成15家這些同類型的連鎖分店了。是啊，咁而呢一間意大利式嘅快餐店咧，係由愛沙尼亞嘅一啲商人啦，同埋意大利方面咧合資經營噶。所以無論喺經營管理方面，又或者係食品嘅口味方面咧，亦都係希望啊，為咗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咧提供咧一種嘅多種嘅飲食選擇。哇，好好食啊！喂，美食當前啊，唔好講咁多啦，食咗先咧。食緊，快啲食啊！嚇，你食緊啊？好嘢咧，好味啊！我哋離開愛沙尼亞嘅首府塔林之後咧，搭咗6.5个钟头車，然後先至去到拉脫維亞嘅首府里加。咁而整個里加同先前嘅塔林市嘅風貌咧，又係完全就不同嘅。咁啊，事關呢個里加市新舊兩區咧，就啱啱被呢個叫做杜加瓦河所分隔嘅。咁而兩區咧就完全依靠3条不同設計形式嘅橋梁所連接嘅噃。修哥，你記唔記得我哋喺度影咗好多相啊？係啊，呢度個風景相當靚啦。嗱，呢一個6月17日廣場咧，可以講係整個里加舊城嘅發源地嚟嘅。附近咧總共有150多个歷史古蹟，咁而其中咧就包括好多由13世纪保存至到今日嘅教堂同埋建築物嘅。咁而呢一啲建築物咧，而家大多數都成為咗博物館啦、政府辦公室以及電視台啦。嗱，呢一座聖彼得教堂咧，就係里加舊城其中嘅一座歷史悠久嘅著名教堂，佢係建於1209年嘅噃。嗱，整個教堂嘅設計咧，係以傳統嘅古典式建築嘅。嗱，現時所建嘅教堂塔頂咧，其實經過3次重建噶。係啊，有一次咧就俾雷劈嘅，有一次咧就俾德軍轟炸嘅。修哥講得好啱啊！喺教堂內部嘅主壇咧，現時咧仍然係開放嘅噃。咁開放嘅時間咧就喺禮拜日，咁而平時1至5嘅時間咧就只係供遊客參觀嘅博物館嚟嘅啫。而主壇四周嘅紅磚柱上面咧，掛住好多不同貴族捐獻嘅徽號啊，同埋銅牌。呢啲徽號銅牌咧，其實咧亦係代表當年貴族啊對宗教強權嘅統治。咁但喺另一邊咧，喺呢個主壇內部嘅紅磚柱之下，又安葬咗好多當年貧病交迫而死嘅貧苦大眾。唉，同係一條紅磚柱，亦都足以反映到當年貧富懸殊嘅社會現象。其實咧講到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獨立咧，首推咧立陶宛為大亞哥，佢影響到愛沙尼亞同埋拉脫維亞都獨立。咁啊，三個國家之中咧嚇，隨處可以見到啦抵抗蘇軍嘅遺跡噶。係啊，嗱，好似啊拉脫維亞咁咧，同立陶宛係相當近啊，咁多唔少咧都會受影響。咁但係時至今日，我記得已經年頭嘅事嚟嘅話，仲今時咧仲有呢？係啊，有啊。嗱，我哋喺拉脫維亞嘅國會大樓同埋電視台嘅外圍咧，仍然咧遺留咗一啲當時人民啊為咗爭取自由嘅景象。咁呢啲景象咧就包括咗，譬如話一啲大石凳啦，一啲標語同埋一啲圖畫添喎。咁仲有一啲荷槍實彈嘅警衛守住嘅。係啊，同呢啲跡象可以睇到當時情況咧係好激烈嘅。係啦，咁我哋喺新聞片咧已經係睇過呢啲激烈嘅情況啦。咁但係咧今時今日親身去感受。我相信你哋又有另一番嘅滋味在心头啊！大家又睇下。而6月17日广场另一边嘅就系拉脫維亞国会大楼啦。嗱，而家大家所见到嗰啲石凳咧，就系今年2月初嘅时候啊，呢度嘅居民啊，为咗抵抗苏军嘅进驻而特别放置嘅。嗱，咁而家呢一个国会大楼同埋附近嘅政府办公室嘅外围咧。依然就保留住好多抵抗蘇軍嗰陣時所留低落嚟嗰啲標語啦，同埋呢啲咧好多好多嘅發泄圖畫。係啊，真係畫咗好多喺個牆上面嚇。嗱，由呢啲咁嘅標語啊同埋圖畫咧，可想而知咧，拉脫維亞居民啊喺爭取自由獨立嘅期間咧，的確出咗唔少努力。唔少啦。嗰陣時點解佢哋唔係守衞森嚴啊？係 Red Army Go Home 啊，即係紅軍翻屋企喎。咁但係我哋嚟拍嘢啊嘛。嗱，你都唔好話，雖則話呢個拉脫維亞已經正式宣布獨立啫噃。
咁但係基於一啲政治同埋軍事嘅問題咧，呢座咁嘅國會大樓同埋辦公室仍然都係受惠深嚴噃。係啊，真係好深嚴啊！因為每個人出入嘅時候都一定要出示身份證明噶。最初咧，佢哋係唔俾我哋攝製隊裏面拍嘢噶。咁但係後來咧，經過我哋多番嘅傳譯解釋，話我哋係好遠啊，香港過嚟噶。咁咧，終於咧，佢都俾我哋可以入去裏面拍攝啦。講嘅你唔知道，你又見到我，所以俾你入啫。係嘛？係啊。你真係大啲喎。梗係啦。傻啦！見到我啊！話入翻我就講啦。雖然守衞心嚴啊，但係對我哋都好友善。咁啊係。在国会大楼的隔离那里呢，就是拉脱维亚的电视台了。而这个电视台的门口大家都看到了，放着很多石凳在这里排成一些障碍物。就是好彩有这些石凳阻挡了，所以年初的时候苏军的坦克才不能够成功攻占附近的政府机构。嗯，那现在梗是成为游客游览李家的必经之地了。我还在门口买了一些军标。有軍錶啦、皮帶帽啦，係小事啦。收哥，嗱，你介紹下你嘅手信啦，不如我哋嗱嗱呢啲軍錶啦，嗱呢啲軍錶咧，嗱雖然冇皮帶啊，但係好靚嘅喎，啊好靚嘅喎，約莫係$15一個啦，呢個嚇啊，咁呢個咧就係軍錶咧就係紀念軍錶嚟嘅，嗱佢呢度有個係咪啊戰艦啊，即係嚇海軍，如果係有降落傘咧就空軍咯。啊！呢個比較貴啲啊！呢個軍錶，呢個軍錶要成$20噶。嗱，呢啲皮帶咧就係幾蚊條嘅啫，幾靚下嘅。好啊！呢頂係啦，係啦，係啦。我犀利喎，我咧就即係呢頂啊，先呢個。一買咗即刻戴啊！呢條我都已經見過啦，係嘛？一買就係一啲羊皮做嘅軍帽嚟嘅。咁仲有就係買呢個，哇！呢個好嘢啊，係呢個古老嘅相機嚟嘅。嗰度好多古董買嘅嚇。係啦，兩位女士咧。我得意啦，我買咗呢個公仔，好得意嘅，幫我上身，一開有一個公仔咯，再開，再開有公仔喎，再開落去喂，好啊，哇，仲有㗎。仲有啲絲巾咧，係啊，啲絲巾啦，係喎，呢啲絲巾好似有地，係啊，好特別㗎。嗱，呢個嗰只鷹啦，係啊。有一樣嘢咧嚇，係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我哋四個人咧，同埋其他嗰啲工作人員去買嘢啦，未曾試過話貴嘅，樣樣嘢都好平嘅。即係咧，佢買嗰啲帽啊，嗰啲即係又帽啊，好靚啊，$9。一頂啊！有一頂啊！一陣間大家咧喺片度會見到我戴紅色嗰頂，係維港幣4.5好犀利！哇！睇嚟你哋真係收穫豐富啊！跟住立陶宛又有咩收穫咧？哇！立陶宛梗係有啦，我哋拍咗好多好靚嘅風景。立陶宛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嚟嘅，因為咧佢係分開新城同舊城兩部分啦。咁舊城咧就係由一個護城河包圍住嘅，咁而新城嘅部分咧就由南至北面成一個半圓形咁樣嘅城市規劃咧去建造房屋嘅，所以幾特色嘅。係啊，此外立陶宛又叫做琥珀之地，因為早年係盛產琥珀嘅地方，到而家咧仲有好多琥珀嘅裝飾物賣嘅。嗯。